大家好，今日我就要嚟试下得特特工呢个新年大作战，唔知难定易咧？咁咧，影片之前记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同埋开启小铃铛啊！最后这个颜色装备真的没有人能达到吗？一个小时你能有一个绿装，只能说明你的段位还在青铜。如果说你是这种有一个紫装的，就还行吧，已经是白银了。如果你看到这种有一个黄装的，千万不要招惹，这至少已经是黄金段位。还有这种有红装的，惹不起。最后这个至今没有几个人能一个小时获得，这可是神助装啊，神一样的存在。羞羞海岛王现已风靡好友圈了，还不赶紧点击玩玩吗？
唉，终于赢到啊！而家就睇下呢个利是封有咩用。而今日嘅影片都到呢度，记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同埋开嘅小铃铛啊！拜拜。